Fact 等于做，做。For example, factory 工厂。Fact 是事实，当字根就跟做，做有关。Factory 工厂是做东西的地方，所以 fact 是做。Ory 是名词结尾 ，T 则是字根跟字尾中间常见的无意义字母。Manufactory 就是 manu 加 factory， 意思一样是工厂。只不过是更完整的说法。Manufacture 制造， Manu 是手， Fact 是做， Ur 是名词结尾，但这个字例外是动词。至于制造者则是 Manufacturer。 我们可以想象在进餐厅的时候，服务生拿 Menu 菜单给你，服务生拿 Menu 是用手拿，所以 Manufacture 是动词的制造。Benefactor， Banner 是好， Fact 是做， T 是连接的无意义字母， Or 是人，所以做好事的人就是捐助者，恩人。 Banner 出自法文词源 Bon， 大家都知道法文打招呼是 Bonjour， Bon 是法文的好， Jour 是法文的天日子，所以 Bonjour 意思就是日安，你好。Benefaction 加上名词结尾 tien 就变成行善、捐助。既然有人做好事，就一定有人做坏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反义字 malefaction 坏事。 male 是坏的，可以联想成男人是坏的。 malefactor male， male 是男的、坏的，加上 or 是人，就变成做坏事的人。那为什么 male 是男性的呢？我们来对照一下男人 man， M 跟 M 没有变， A 跟 A 也没有变，只剩下 L 跟 N。 根据格林法则第二条 R L M N 这四个字母常常会互相代换，所以 man 变成 male 就是规则二 L 跟 N 的代换。Factitious 跟做，做也有关，是形容人做作，不真诚。Facsimile 是临摹，做出副本，后来是指现代的传真机。传真机的原文是 facsimile， fac 是做， sim 是相同， sim 等于 sam， 它们都是同一个字，相同 same。 I'll 是形容词结尾，是 able 再把 be 去掉，剩下 I'll， 所以 facsimile 是做相同的东西，后来变成传真机 facsimile， 简化后变成 fax。 fur 等于 bear 等于带，带来。 for example confer 研讨协商， fur 等于 bear， bear 这里是指动词，不是指名词的熊。动词用法跟妈妈生小孩有关，意思是带来。 confer 是研讨， con 是一起， fer 是带来，全部一起带过来讨论。后来变成多义的 be 考字 conference， 表示中大型的会议，小型的会议是 meeting， 意思是几个人碰头就可以开的会。多义还会考 seminar 研讨会，重点是前面有 sam， sam 是字根，来自于 seed 种子，研讨会就是散播思想种子的会议。 seed 用在植物意思是种子，动物则是指精子，所以后来精子跟这个字根有关，变成 semen， 就是散播种子的概念。 differ 是使不同， diff 来自于 dis 表示分散， fur 是带，所以分开来带表示意见不同，后来延伸出 different 不同的，名词是 difference 不同点，表示意见不同、分歧。 difference 是名词差异， diff 等于 dis 代表分散， fur 是带， ends 是名词字尾， differential 加 li 再加 l， i 是连接， l 是形容词结尾，意思是有差别的。 differentiate diff 等于 dis 代表分散， fur 是带，
ant 本来是形容词，但又连接一个 i， 最后 it 转成动词，所以这个字叫做使不同。differentiation 则是名词区别。offer of 来自 ob 是朝向的意思 ，fur 是带，所以意思是朝对方带过来。offer 本来是动词，也有名词提供物的意思。譬如你要找工作，公司给你一个 offer 职缺，也是用这个字。flower 等于花 ，for example florist 花农，开花店的人。flora 原来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的花仙子，所以 flower 就是花 ，flower 加上 hist 是指人 ，florist 有可能是研究花的人，也有可能是种花的人。所以可能是花农或开花店的人，但是千万别误会成花痴。Floral 花的，似花的 ，Flor 是花 ，L 是形容词结尾 ，Florid，Flor 是花 ，It 也是形容词字尾，所以意思是如花的。Floridity 是华丽 ，Floriculture 是花卉栽培 ，Yeah， 花卉园艺学。Flower 是跟花有关 ，culture 来自 cultivate 种植、栽培 ，floriculturist， flower 是花 ，culture 跟种植有关 ，ist 是人，所以是种花的人、养花者。Defloration 是把花摘掉，中文说辣手摧花，就延伸成侮辱女性的感觉。Uniflorous 是植物学的专有名词。意思是单花的，因为 uni 是一，那 multiflorous 就变成什么呢？没错，是多花的，因为 multi 是多，来自于 mountain 山的压缩。floret 是小花 ，at 代表小的意思，譬如说 ticket 票，罚单。market 是做生意的小地方。叫做市场，现代人不懂词源，造出一个很诡异的字叫 supermarket， 中文翻成超级大的小地方。如果懂字根，也许就会创造出 mega market， 因为 mega 有大的意思，像杂志叫 magazine， 来自阿拉伯文，就是一堆东西叠在一起的意思。像杂志常常是厚厚一本，很多照片叠在一起。